既然我全部做完，没有办法100%，可见就是这里有东西锁住了，对不对？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这个各式各样的魔法吧。我先把这个我做得出来嘛，我先把这里这几个完成看看。首先第一个就是来做我们的生长灯，生长灯要烈焰粉。烈焰粉，我家里还有烈焰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去打嘞。没有，没有。哇，我的烈焰粉都被用完了，没有了。噔噔，被安诺嘞。好了，只好再去地狱，再去打啦。去地狱之前，先去跟村民换一点中介珍珠嘛，这个用这两个换吧。顺便看一下我的这个，没有在挖嘞，元素点枯竭哦，元素点会枯竭哦，有这种事，我吃惊了，太吃惊了。等等等等，我马上再来捞一个元素点回去啦。为什么就这样枯竭了？我以为这个是永远不消失的所以这个元素点用到最后也还是会没有的超乎我的想象，怎么会这样？好了，我继续把元素点放在这里齁，居然枯竭了这样有了吧，可以继续挖了齁太扯了。跟村民换到足够多的绿宝石，还有可以换吗？没有了，没有了。这个12个的话，12个可以换几个？不是这个，12个的话，4个，5个可以做成一个这个一个砖方块，那用这个方块就可以合成出传送石碑。传送石碑的黑曜石是不可少的齁，所以我还要再挖一些黑曜石。那个是不是要做两个啊？我记得传送去地狱跨什么跨世界跨维度好像需要经验所以我应该要先到地狱门之后再传送，这样就要有两个，最少要两个才能弄起地狱传送系统，所以我还要再换。秋风为了交易齁，把这个自建台也带过来好了，让一个村民，哇，这里还有两个村民没有就业嘛，那个借躺一下跟他们抢床。我把我的那个之前有试验几棵树的那个黑橡木原木带过来齁，全部分解成木杆用木杆换，这样子你可以换吧，换绿宝石，有木材，有绿宝石，我换，换到的绿宝石全部都去换成中介珍珠，够了耶，木头还没换完呢，他已经打叉叉了，好了，够了就好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两个传送石碑，打在地狱，一个打在地狱堡垒，一个打在入口处。这样子我就不需要这么辛苦，每一次都在那边走来走去嘛。好了，我这个地狱门的立好咯，果然要三点经验跨维度要三点经验。我们现在不是这一本，我现在要去找我的堡垒在这里，要往这边走，找到堡垒，插一个，再插一个石碑。这里有好多虚无爬尸哦。我是不是要杀足够多的虚无爬尸？哎呦，你先走开啦！虚无爬尸，我射！他们怎么都没有很死亡很多血的感觉。虚无爬尸，我杀！他到底要杀几只啊？看一下好了，
虚无爬尸在这里，要杀。哎，还有，还有三只要杀。还有三只在这里。哎，你们不要死，让我杀一下。一二三，二三，有三只要杀，刚好三只。我是不是要拿一下那个、啊？哎呦，哦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好恶心哦！不要靠近我，恶心鬼！好了好了好了，快要砍完了，最后一只哦！哦咻哦咻哦咻 ，yes！ 这个，这样我就可以提交任务了吧？看一下哦，有咯，申请奖励，屠杀任务完成，可以去打凋零山庄了。赞啊，凋零山庄！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哈，我们的使命是到地狱堡垒旁边。等一下，这个不是地狱堡垒啊，这个不是啊，我要在地狱堡垒旁边插一个石碑啊，那个以后再来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哎，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在这里，在这里，我要把石碑插在里面吗？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插好了。我、到了，到了，到了，到了。那个这边转过去好像有比较多的、比较复杂的结构，放在这里好了。烈焰神在这。如果要打烈焰杆，来这边好像是最方便的。哦呦，哦呦，哦呦。好了好了，马上有一根了哦，我就把它石碑插在这里。地狱堡垒完成，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跟地狱门传送，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嘛。把它移到下面一点，好了，来打架咯。哎咻，哎，两根，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有需要再来拿。有了烈焰杆，我们就有烈焰粉。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还差绿宝石四颗？绿宝石四颗。那就再来跟你换。哎，你还没有，还没有捕获、哦，我都去一趟地狱了，还不捕获？我看一下，我拿到这个什么芒刺之蛇，看起来很像青蛙的东西啊。哎，可以做成芒刺蛇鞭。哎，感觉好恶心哦。还加一堆菇，可以做什么真菌蛇汤？真菌蛇汤。好像该喝一下，对不对？老是吃一些怪怪的东西。你们要上班了是不是？哎呦哎呦，好像是哦，要上班咯。那我要准备一下我的木杆。上班了，继续跟你换。哎，等一下，哎，说好的上班呢？啊，认真点好吗？哦，有了有了，推他一下，他有了。四颗，帮你换。换满好啦，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全部都换掉，有就全部换掉哦，换到都打折了。哎哎，好了，差不多了，没了，那我可以做咯，做出我的这个增长之灯，然后领取我的奖励，这个可以申请这些，这些好像没什么差别哦，随便啦。这个增长之灯放在我家旁边，就可以让我的这里不是这里，这里长得比较快嘛。增长之灯，好像有必要，对不对？那我把增长之灯把这一个换掉，换成增长之灯，这样子这边应该会长比较快吧？感觉上会吧？哎呦哎呦哎呦哎，是我的错觉吗？它好像长完了、欸。是我的错觉吗？这是增长之灯的效果吗？不知道耶，是我的错觉吗？好了，我们完成生长之灯任务了，来引导之眼好了，强化中介之眼，寻找更多的原版结构，右键加潜行，改变结构哦，可以丢出去就寻找不一样的结构。强化之眼。强化之眼是月长石加冰块加中介之眼，我还有中介之眼吗？没有的话，我要自己做。
这里还有两颗啦，好像也只能自己来咯。好的，我们自己合成一个中介之眼，拿出我们的，不是这个吗？他要冰块一个，加上月长石。诶，有，可以，来了，帮你放进去，随便放都可以吧？诶，可以了，强化版中介之眼。他说什么？潜行加右键，寻找，哦哟，他都就写英文。他们丢出去可以寻找这个结构啦，这个结构叫什么？像这个是丛林神庙，这个是沙漠神庙，是不是？这个啊，算了，不想翻了啦。可以的话，真希望他写中文。好啦，领取奖励，这边可以有旗帜，领一个 Merchant 的图案。我拿一个空白地图要干嘛？喂、欸，哎呦，哎、欸，看得到哎、欸，看得到，除了一片雪白之外的东西哎、欸。这样子的话，这个也完成了，我这边就只差死而复生，是不是？要做黄金鱼、黄金骨头、黄金种子。黄金骨头是琥珀加上黄金骨头，黄金鱼长这样。这个是水响之茧，我要黄金种子。哦，好像没有很难哎。好了，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难哦。黄金鱼、黄金骨头，还有黄金种子。哦呦，哎，这个章节全部都要结束了，是不是？鹦鹉、猫和狼，选猫啊？开什么玩笑？选一只猫啊？猫要丢出来吗？好啊，就让它在家里面跑好了。上吧，野猫。哎呦，哎，丘比，哇，活脱脱的就是丘比嘛。哎，等等，丘比，不要跑出去啊！我忘记关门，丘比走出去了。丘比离家出走了，丘比不要走，丘比在这里，我看到了，丘比在这里，丘比不要怕哈，等吃他不吃，丘比不吃这个，害羞，哎，我把丘比赶回来了，嘿，丘比进家门里，哎羞，哎，等。哦，走开啦，走开，哎、欸，我快要被丘比搞死了，战斗中升天，我被丘比搞死了。好了，丘比不要乱搞了哦，丘比，来哦，丘比，这里，哦，不要怕哦，吃鱼，可恶，死小猫。你这只死小猫，连你鱼都不吃，丘比再来哦！哎咻，有了，我哎咬成功了！我这一次准备更多的鱼，有没有？希望它会乖乖的。好啦，回家了。哦咻，你这只流浪猫真的是哦，不听服管教。好了，丘比在这里面就坐在这里好了。哎，可爱的丘比。不服管教的丘比终于乖了，所以我的第三章节完成了、欸、那冰雪女神什么都没开，所以是不是其他章节啊？会不会在这里保持清爽，还是在这个吗？欸，村庄英雄也不是，感觉这里都不像啊，是应该要有这种吧，就是解锁其他章节的一个任务才有可能解锁，对不对？哎，这个我都完成了，哎，看到的都没写，那我先来完成这个好不好？保持凉爽，硬化蜂蜜腿，硬化鞋，硬化盔甲，这个要哇要这个硬化蜂蜜，这个一个蜂蜜瓶加冰块，可以做出一个加冰，不是冰块，冰。我没有冰啊，我只有冰块，冰块可以合成冰，是不是？来看一下冰块要九个，
合成一个冰，所以冰块合出来做成，用这个做成一个哦，这样才可以做一个哎、欸，所以要整套的话，我天哪，哇哦，我的天哪，保持凉爽，谁真的会去用这一套装甲啦？哎、欸，拜托一下，拜托一下，不然我们先改做这个好不好？甜梅松饼，这个换九个，这个感觉会快一点哦，减少我做硬化蜂蜜的时间。哇哦，我的蜂蜜甜梅用一个蜂蜜瓶加一堆甜梅就可以搞出来了、欸，哎、欸，这么棒哦！甜梅能做什么食品啊？哦，甜梅也可以直接做成松饼，也是一个靠甜梅。哎、欸，甜梅还蛮好用的嘛。甜梅变成甜梅籽，甜梅种子哦，甜梅种子才可以种在地上。原来如此，所以我把甜梅分解成甜梅种子。甜梅种子就可以种在这里哦哦，好、啊，种两个。好啦，我们先做出这个蜂蜜瓶，做出这个啦，噔噔噔，哦耶！这个蜂蜜甜梅应该可以很好吃吧？好了好了，凑齐了哦，松饼，哇，这个是什么？乘以70哦，我有没有看错？饱足食物乘以70。是什么东西啊？乘以70哎、欸，太夸张了吧？也丢进去那个腐肉，不用丢在里面，谁吃什么腐肉啊？好了，松饼完成了，申请奖励，申请出硬化蜂蜜蜂巢，这样子的话，我做出这一套装备应该会快一点点吧？目前有10个。全部应该要24个，是不是？要这么多个，表示我要烧这么多蜂蜜。哎，等等，忘记打火了。他们瞬间凶起来呢，好恐怖哦！好了，我离开了，好不好？还好他们没盯到我，不然恐怖哦，没盯到，好险，好险。那个蜂蜜还要再等一下嘛，我们在这边多打一点这个冰块打一打，那个做成冰。好了，我凑齐14块冰了，可以把所有冰都做成硬化蜂蜜。还差9罐。我现在可以做一件衣服，然后一件裤子，好了，没了。搞了这么久，就这两个，目前还差9罐，要做头盔和鞋子。嗯，我们也只能回地狱啊。我们如果没在地狱，他也不会执行嘛。如果要去地狱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顺便做这件事情啊？顺便挖玉髓锭，哎，合成一个玉髓锭出来。哎、欸，好像是可以的齁。